好的，各位，欢迎再次回到 PUBG， 我是小 J。 那通常我在 PUBG 的影片里面，我会把它剪成一个类似集锦类的影片。那这次我想说给大家看一看不一样的一场，因为这场比较精彩，所以我想说我把整场分离去给大家看，让大家理解一下我们在玩一场的时候里面的一些策略上的决定，还有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的处理方式。所以希望你们喜欢，我们开始吧。哦，这里有人。哦哟，我和你之间。我看到两个人，他们刚来的应该。对。不知道我们在这里。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我在这里。他也不知道我在这里，其实。所以果然我听个脚步声。只要一怀疑就没错了，就是这样了。他往那个，这样跑。那告一个。他们果然直接就趴下。你趴在教堂前面祷告啊。居然敢救、nice. 这两个人太夸张了，居然敢救。他才刚被打、欸、这么恐慌的地方的地方。对啊，昭告世界全天下人都要叫他打哈。对啊。哦，有762太好了，他们唯一有用的就是这东西了。我还迂回了一下，怕他知道我，结果他居然大摇大摆在那边救。我觉得我被鄙视了，不可饶恕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这边还有七六二，就如果你还要的话，啊，够了，我现在只缺他的那个 SKS 扩容。OK， 哎、欸，我有枪口，你需要吗？哦、不需要。OK， 消音管的话再给我。OK。果然再次应验了，通常在怀疑的时候就表示真的有人的。对，不会听错的。对，有怀疑表示不用怀疑。我觉得 P 城应该不会有人走出来，我们没有不会允许这种事情。真的有的话，我们就弥补一下就好了。弥补一下，马上弥补一下。我觉得有点远，你说什么？哦，还好，路好走。嗯，如果是亚洲伺服器，我刚刚早都被干掉了。对啊，他们就已经发现你。对啊，他们应该因为我在搜，他们应该经过房子附近的时候，应该可以听到脚步声，然后怀疑房子这几栋房子里面应该有人。左边有车，要开吗？还是用走的？开好了，有车更好。嗯、我也觉得用开的，时间比较不紧迫。哎、欸，翻掉的车！哦，看到人了！哦，哎呦，可惜没撞到。对啊，可惜没撞到，就他一个人好像。算了，不理他。他好慢啊，他就没有打我们。对啊，刚刚停下来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好处啊。是啊。虽然拿下他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是啦，姑且饶他一命。我不想要在这个，这太多房子了，不喜欢这种地方。对啊，那一台 Dacia 我觉得也是有人听的，左边那一台，看起来是这么回事。哦，右边摩托车。哦，我今天你在来之前有一场飞车追逐。哼。然后有一台摩托车撞到我们的车子，拦腰插到我们车子里面，然后被我们队友伸出头来把它干掉。哈哈哈！哦 shit， 真的超好玩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凹槽可以，你觉得呢？右边这凹槽。说，现在这个凹槽，这里差不多。因为那摩托车开到那黄色房子就停了。
找一栋房子好了，小的那种。对，你先去，我看一下黄色房子这边的人。就是那种，我就说那种黄色的房子。哦，我没有见到有人，刚觉得摩托车好像停在那，但我没看到车。哦。疑似是那个哦 ，shit， 我被打到，好，不知道什么方向，说真的，哇，这到底什么方向？我都趴下了，他还有办法打到我？你趴，你可能趴错边了。不对，好多的方向，我们是不是只能进房子？进房子。我们应该是被包夹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已经在那个房，在那个石头周围绕了一圈了。对啊。还在被攻击。还在被打。哦，去，我痛。Oh. 什么情况？是大伯。房子好，真的是大家都玩房子这招，我们也这么做。对啊，我们去开车怎么样？对对，你好了吗？等一下，看一下这里面还有什么。没有，对。呼，它应该是 SKS 之类的东西。不知道，太多枪了，连续一直有办法射，而且。小音管距离很远、欸。摩托车，我知道。不要理他。嗯。我们去这栋房子，可能会需要打一场。这个房子 是不在地图上啊？对，外面还翻了一台车，不要去吧。赶快找掩体，有狙。八倍镜，左边。没空间拿，算了。不行，我要拿。原来我都忘记我拿狙了。走吧，我们攻这栋。嗯，有人吗？不知道。没有人，应该是没有。太好了。有一台吉普车看，这两台，他们背后还有人打他们好像。我就怕学习，怎么了？哪里？我就怕学校那边的人。杀掉。120，我们刚来的方向那棵树后面，那棵茅屋的树左边。车子来了。车来了，对，应该是要进来。那靠一个，停车 ，kill， 哦耶 ，nice， 这直接就他居然还敢开回来，这种杀法都特别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他应该是想要娱乐我们的外国人，对，75方向，树后面。75方向圈内，你们靠两颗石头，的右边一棵树，左边有趴着一个被我拿到，右边那棵树，
那两颗石头的右边那棵树后面躲一个人。出来了，打脚一枪，那应该是他的队友。对，没错，铁定的。哦，我被狙击枪攻击。对，有狙。我猜是 N 方向，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哦。他跑出来了。好，我 miss， 我也 miss 好多发，我不太敢乱探头。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打破的？哎，那个345山坡上石头旁边一个人，那应该就是狙，打中一枪，他在树后面，我、哦、趴下。这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是死了。啊，就那个，就那个房子人。哦，死了。OK， nice。直接死。山坡上那个人是死还是趴了？我觉得他是死了。那就是死了。我觉得他是死了。我埋在圈内，不紧张。不紧张。好，那个240烧掉的车那边有敌人。我们旁边这台吗？不是，很远。240有一台。有人在冒烟哦，210有人在原地上跑步，趴着，两个攻击。21，哦，看到。那高，左边的那个稻草堆后面还有一个。有，我知道。哦，跑了，在跑了，在跑，对，他在被打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个死了。好 ，Scar 的这个距离，他们那队死了，剩下那一个人。今天抓的不太好，5.56快打完了 ，Holy shit！ 好，我跳下来了，有 ，OK。我要推到旁边这个小山丘，我们先把这个小山丘占据。哎、欸，你先去，我得抓一点5.56。啊，算了，好危险，不抓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我不想赌这东西，我宁愿省点用。还剩三个人，就在那一侧，应该都在那一侧。对，我们这圈 OK 的，这圈内，我这圈内。对，不要被摸过来就好，应该会趴着他们。对。因为他们现在稻草堆，某个稻草堆后面，我看到一个在 W 方向远距离那一堆树那边。我看到他跑步。对。那靠、哦、！Nice。那边这边还有一个，内侧再一个。会被救，我觉得。然后左边一个。先追。按照一开始的计划，左边会。我觉得最危险的就是左边那个会摸过来。没有，我在看，他这个没那么好摸。不会那么简单。我看到他在救。打不到。又被那高。他圈外。死了。哦，那个被那高的人死了，还剩两个。我不太剩一个了。就剩那一个人了。好。他在我们的255方向应该是。对。他还距离我们有一点远，他那边有凹槽。不急的，不急的，因为两棵树可以利用，他一棵树，我们两棵，看一下能不能看到他。哎、欸，我原来我已经在圈最边嘞，那我真的可以直接堵他了。对，你可以堵他。对啊，我这边就可以直接堵他了。他在凹槽，我看不到他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他过来，你继续跟他后面待，后面就可以了。我直接在圈最边了。希望我没有看错，应该是他吧，因为左边那个人。如果不是他，就是左边那个人，那就危险。我现在这棵树是他可以待的最后一棵树了。OK， 了解。那我待后面，我多喝一点饮料，我等一下可以慢慢来。
他就有个法杖，他趴着不远。他趴着的话，在我的左前方吧。看不到草堆。好、哦，看到了，在那个树，看到。SW 我的 SW 他过来了，那棵树应该在圈外啊，在圈外，不是树，是草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看到了，我来引诱他。啊，不是哦，这不是吗？不是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，nice。我也杀了十个、欸，这真的太轻松了，我的啊，太轻松了，太轻松了，不能忍。